不是，杨叔的战力是真的迷啊。且不说仙州时期不仅被幻龙给打趴下了，就算是遇到简单的丰饶杂兵都要等待支援。遥想初次见面被杨叔一拐棍拍晕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杨叔，你的实力呢？我印象里的杨叔，这才是我自己的力量，我自己的归宿，我自己的理想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